好，来继续来看这条，这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这评委会前召集人赵永功，伊的后生赵介佑牵涉到诈欺甲卖毒的案件，伊是毋是被判刑8年6个月？赵介佑感觉讲安尼判伤重了，提起上诉。高等法院本地2礼拜前就要二审来宣判，但是煞雄雄讲案情复杂，资料伤多，所以延到早起的11点才来做二审的宣判。赵介佑牵涉的诈欺罪，因为有达成和解，各减刑1个月。啊，若未到的部分，高等法院是维持着一审的见解，驳回上诉。除了政治台身份的赵介佑，也是警方内管的八连帮成员，加入民进党，煞去食毒，甲救护车抢走连环弄，搁走去警察局含照提提感觉的朋友翕相，铺伫网络。妈妈因为暴力讨杀，防羁押得到交保，搁做诈欺集团含卖毒防羁押禁见，前年掠人白嫖被判刑2冬，去年搁因为跋筊拘禁施暴被判刑1冬，家己被开除党籍，嘛的爸爸赵永功阿哥赵心如拢离开党籍。虽然赵介佑讲是因为家己食毒食甲真重，为着摕毒品才卖毒，不过一审被判刑8年6个月。伊认为卖毒较无100公克判伤重，提起上诉。二审因为含两位早期被害人和解，两个早期罪拢减刑1个月，其他的拢被驳回上诉，因为被告含检方拢会当阁上诉，所以不定应执行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